台湾造镇计划终于获得了国家的肯定，三峡台北大学的特区造镇计划因为充满着艺术的氛围获得了国家建筑金石奖。被称为台湾建筑界的奥斯卡奖国家金石奖颁奖典礼正式登场，上百个建案一较高下，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三峡北大特区的造镇计划，因为建商已经投入500亿的经费催生打造的艺术大道，手笔之大，现在也获得了国家金石奖的肯定。我想我们的用意就是提升生活的品质，让我们的住户买到我们的房子能够健康啦，安居乐业啦，能够的不断的升值增值，越住越喜欢它。打造长达1.2公里的艺术大道，就像没有围墙的美术馆一样，最受到评审的青睐。尤其3万坪的造镇计划背后可不简单，不仅配合了莺歌最有名的陶瓷工艺，还请来了国外设计师打造了大型的装置艺术，用栽培孩子的心情来造镇。透过在地艺术家的双手，还有国际大师的参与，艺术造镇现在也成了台湾房地产的新方向。中天新闻洪淑梅、郭建兴台报道。